取其的后撤步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有一个情景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对方扑出来防守的时候，邓紫棋会用后撤步，这个时候他的后撤步是最好的。哎，当他一接球，对方扑出来的时候，他往里突的时候，接着再出来。对方扑出来的时候，他往里突的时候，接着再出来。这个时候，邓紫棋是运用后撤步是最晚的时候。